介绍这个历史的样子。今天是在是73号，这是联合之上。Philharmony Berlin， 这里就到此。Berlin Philharmony， Rose Salon 大厅、爱乐厅，开放的时间。柏林爱乐是皇宫那个地方，他们转过来这里就是有一个Music Instrument Museum， 乐器的博物馆。松音先生，在里面。在这个索尼先生用中餐，刚要拍照片，忘了拍摄影机。是牛肉跟薯片加起司烤起来的，还有一点绿色的豆腐。那边就是索尼的店，这里叫做索尼先生，以前是很有名的。这是在索尼先德里面的，啊，他这个荧幕放映了很多很多元的东西，是只有很大的。